準備，一開集成功拍檔，今次就搶咗出嚟㗎啦。跟住呢就係有一個高飛遠日啦，然後中檔亦都有一定威呀，就多少有榮利進馬，然後旅遊大亨呀、快樂武士呀，然後就係進達啦，塞埋前面一堆嘅最後啲嘅馬呢，先至有呢個係多威啦，然後就係有呢個安藤呀，跟住就係呢個步步爽呀，包尾呢就係有綠野神驅啦，同埋呢隻北地烈馬㗎。跑咗400米嘅路程啦，高飛遠日呢帶出嚟只有大半個馬位，成功拍到喺外檔猛咁推咗第二位，跟住有呢個旅遊大亨、快樂武士，然後進達多威，最後啲安藤、榮利進馬一定威，跟住先至有呢個步步爽呀、綠野神驅呀，包尾就係北地烈馬嘅。而家呢跑過呢大約600米嘅路程啦，見到呢個高飛遠日啦，仲係同嘅成功拍檔喺前面咧鬥放緊嘅，跟住最後兩個馬後面先見到有三匹馬嘅內欄嘅，就係進達啦，中檔有老爺大亨，外檔有快樂武士啊，最後兩個馬位見到呢個多威守住第六，跟住安藤啊跳住第七嘅，跟住先有榮利進馬，然後一定威啊、步步爽啊、綠野神驅啊、巴美北地烈馬，開始轉彎嘅時候，高飛遠日車放車流線，有一個馬位成功拍檔，仲係守住第二位嘅，外檔嘅快樂武士啊進佔第三，跟住有進達，然後旅遊大亨啊跟住有多威啊，然後就安藤啊一定威啊。榮利進馬、綠野神驅啊、步步爽啊、包尾依然係北地烈馬嘅，將近轉完彎咁滯㗎啦。呢只高飛遠日仲係猶有餘勁，前面有個零馬位嘅，成功拍落喺第二位馬咁推嘅，快樂武士打邊啊第三位，跟住先至係呢個多威進佔第四，然後先至一定威啊呢個綠野神驅啊、旅遊大亨咁樣嘅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呢個高飛遠日仲係放下放下錢，有一個馬位到啦，呢只成功拍到仲喺第二位馬咁追，跟住有多威、綠野神驅啊、一定威啊、綠野北地烈馬咁樣，去到最後200米咁滯㗎，呢個成功拍到已經係帶咗出嚟少少嘅，而家見到綠野神驅中得相當勁啊，跟住咧就係有一定威亦都殺跟咗嚟。接近終點嘅時候，啲綠野神驅度緊成功拍檔，跟住係一定威咁樣嘅。過終點嘅時候要影相嘅就係成功拍檔第一、第二名，就綠野神驅，第三名係一定威。成功拍檔呢今場沿途搶咗喺前面嘅，雖然唔夠呢隻高飛遠日咁快，但係咧末段咧都能夠咧係攬翻上嚟噶。接近終點嘅時候，綠野神驅一度咧越過咗只成功拍檔啊！但係成功拍檔咧呢只馬韌得相當犀利噶，繼續咧仲有終點前都唔使影相啦。成功拍檔第一，贏出佢第六場賽事咯。綠野神驅跑我第二，一定威啊搏入第三。